这么冷。哎，还没人吗？我是第一个。我既然是第一个，谁是第二个？我在期待下一个是谁。你好毛茸茸啊，今天我怕冷。我做这个。咋？咋？啊，他穿的更少，我还不是最少。冷不？咋？哇，你腿不冷呀？穿的那个叫光腿神器。嗨，我来了呀！嗨 ，Hello。你有没有本来想跟我做的？有，我也是。小周同学来了，嗨嗨。我想跟你一起做。Hello， 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好久不见了，十年没见了。嗨，我是刘仙宁，我叫刘仙宁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女生先坐在车上，然后让男生去选坐在哪个女生的旁边。哎，柯宇。哎 ，Hello，Hello。Hello。感觉第一个来的男同学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刚也第一个来，都没人。我要坐着，我可以坐这。可以，坐，对，坐。你好白哦。哦，你真的好白哦。真的吗？我是说衣服了。我说皮肤很白。凯琪姐可能比较像我理想当中的最佳拍档，个人的风格我觉得还蛮吸引我的。那这个是上次跟我一起演那个助理。Hello 早 Hello 早能坐你这里吗？没有。哦，谢谢。沈月呢是因为以前有一部戏，然后我们俩去试戏，沈月是甜美又长得很可爱，然后又比较灵动。选择沈月老师吧，我们上一次一起演了《鹿鼎记》，他来帮忙客串了双耳，台庆还合唱了《初恋》这首歌，希望我们可以再次合作。加油！早啊！早晨！早。早啊，早。这有人吗？早上好。哎，直接就坐了？那不然呢？这么不客气。我客气客气。问一下吗？啊，女士，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不可以。哎，好嘞。开玩笑，那个。其实伊彤他是给人一种气场很强的一个感觉，然后一笑起来眼睛眯眯的那种，月牙的，让人心里面很开心的那种感觉。希望能有机会合作一起演一部戏。早上好。我带了家伙来了。哇。大家饿吗？嗯。这是班长吗？班长带了好吃的。当然，早上要补充这个优质蛋白来，人人有份啊。谢谢。来。哇，你们这好贴心啊！又暖暖包又这个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什么都没带。这个没有任何专业合作。你拿东西了吗？怎么什么都没带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什么都没带。好了，早。你拿东西了吗？手机行吗？三星手机。我坐你旁边行吗？可以啊。
你要跟着我绕锅里吗？老师们，谁不嫌弃我？我来来来！哎呀，橙子哥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来，哎，走着。出发啦！哦 ，Hello，Hello， 老师好 ，Hello，Hello，Good morning，Good morning， 知道大家录制的很辛苦，所以我今天在安排你们去旅游。我们去的是莫干山，是很漂亮的地方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最佳拍档，那大家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出发啦！耶，出发啦！哎呀，木桶劳 C 啊，天越来越冷了，不给整个团队搞一个团队羽绒服什么的，上面写着无限超越班。哎，我知道为什么大家说你话多。OK， 我从现在开始闭嘴。你看人家聊得多热络，然后好了，你说吧说吧说吧，我闭嘴。哎，你为什么要戴个眼镜啊？闭嘴啊，就怕你跟我说让我闭嘴，我很尴尬，所以我就戴着眼镜来了，我就可以闭嘴，然后靠在这儿。为什么我可能我可能话没那么多，我话也挺少的。像我压力特别大来这个节目，因为承载了太多。对，因为我说话不过脑筋。我跟你讲，我找脑袋是显高的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？大家都听到了。你们俩不是一个频道在聊天。弟弟太可爱。你是入行几年？三年。嗯，那你入行之前是干什么？唱跳。入行之前是唱跳。哦，不，入行之前是上学。啊，上学。对，上学。甩了，凯奇比较主动，然后周柯宇就很斯文，不出声，甜笑，嗯，这样。